好啦，翻嚟啦，练完个 pad， 大髀又练完，集中练下呢一度啦。好多人都好想自己有八嚿加两条人鱼线，系咪？有心机就得噶。好，跟住落嚟教嘅几个动作，都系帮我哋好专注练实个腹，拉啲线条出嚟嘅。今日呢一个咧，都同样要有个哑铃帮下手嘅。如果你话你冇哑铃嘅，可能你啊攞樽攞个水樽都得嘅。其实系主要帮我哋保持住嗰个姿势正确咁解嘅啫。当然有少少副绑啊更加好啦。好啦，首先一开始嘅时候，双脚都系微微打开，企直个人，手两只手好似我依家咁样抱住个哑铃，双手大概成90度。高度和我们的膊头大概水平的位置，然后动作开始的时候，不是将只手伸直，而是我们的腰有少少伸展，然后就提腿。提腿的时候，你要有个感觉是将腰由后面咬上来，你向后咬的幅度千祈不要太大，其实你这样 over 了的话，很容易会伤到条脊骨的。我们只是微微利用个腹的肌肉拉着个人下来。二、三、四，留意我的手不是这样伸直，保持一个平均的速度。好了，练到咁上下，我哋条腰腹肌唔系净系得前面噶嘛，仲有两侧，点样可以收得靓佢呢？同样地，利用呢个动作，不过加咗少少转动嘅幅度，动作就系咁啦，保持翻好似头先咁啦。当我哋落嚟嘅时候，变咗个意识就系提起左脚嘅时候。我哋个右边手踭喺呢度，记住伸直。你练啦，呢度好快见效。